你这边弄什么？对啊，你安怎？啊？这样子呢？这是人生咯。你安尼肯定是正常的，我肯定叫我车去啊。哎呀，你忙安尼啊？你人对袂爽快无？吓？吓啦。结果车去无？无啦，爬袂起来哦。你有？嘿。你有你家人的电话无？嘿。没人接的哦。 整条街上都没有人呢，妇女。还好，还好。刚有对所在不爽快，听无？没吼，人公公无啦，是不是？等一下哈，念咪好。 对不起，大哥。哦，打一球，打一球。第一球打了吗？我刚看过来，他就打在这边了。对的话。 对不起，大哥，行不起，可以讲话吗？大哥，把口罩拿掉。来，有麦克风，有麦克风，有麦克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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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
先生，行不行？大哥，大哥，行不行？可以讲话吗？大哥，把口罩拿掉。
说这个水下开口水洞是蛮危险的，那我们要怎么样判断呢？好，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漩涡，它就是往下吸的，照理说应该是要淹起来，从旁边淹起来，然后那边形成一个小瀑布，这边也是应该会淹起来，但是水就往下去了。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说，这个水下开口水洞是蛮危险的，那我们要怎么样判断呢？现在有一个例子，这个地方它的地势落差比较大，然后呢，我们看到这个石头，好，再稍微看一下上面，其实是有点落差的。那照理说，这落差水盖过来的时候，水位应该在这边，它应该会从旁边流出来，旁边这个上面这样，你会看到水涌出来，有点小瀑布的感觉。那这个地方也是同理，好，那就可以合理的判断说，水没有从上面过来的话，会从另外一个地方。那下面我们再看到下面这里，对，有没有发现它的水有一个涌升的感觉，而且水位比其他的平面还要再高一点？好，那我们上来这边看一下。好，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个漩涡，它就是往下吸的。然后这边也有，这边等一下给大家看水底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落差。不知道拍不拍得出来，有一个高度在，然后水从下面经过了，照理说应该是要淹起来，从旁边淹起来，然后从那边形成一个小瀑布，这边也是应该会淹起来，从这边形成一个小瀑布，但是水就往下去了，然后水就吸下去了。